我的整个心路旅程是有改变的，好不好？这样你了解了，因为最重要，我不要，我很希望我们的网友，就算你很讨厌他们啊，不要每次在，不要忘记我的宗旨，好不好？我们要比较吸引那些中间选民。整个选举胜败就在那里了，你们每个都不明白，有些无间道是整天在你面前骂政府的，他骂政府，他知道，听啊，他骂政府，他知道支持政府的还是支持政府，他骂政府，他知道反对政府的还是反对政府，他故意骂政府，骂到乱七八糟的时候，他更知道那些中间选民会因为他骂而支持政府，投同情票，明白吗？所以如果现在这个疫情是这样，大家坊间大家都知道是他们错，我已经指出他们的错的时候，也要给他们留后路了。你看我每天这样也要讲他们一些地方是做得好，的确有照顾啦，现在又拿多少钱帮助什么，我没有爆台吗？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雇佣那些，意思说你要想，要想说我们在这里的表达，我不客气讲了，就算中间选民也知道，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当中不可以为了骂而骂。当然我误会你了，我跟你道歉了，我现在趁着我已经显出我的软弱，我就跟大家表态，我要做住这一个很重要。你们慢慢想，为什么选举的时候每一次没有办法赢，就是因为过火了，你一过火完蛋了。像民主党的徐顺权，他就是每次过火，他改变也没有用，他就是玩过火。所谓玩过火是什么？那一届大选他其实可以进的，如果他人家讲不贪心去当选区，他也能够进的，他不必参加那个补选。他那一次大选他就被人家咬死，被对手咬死。你讲690万的那个白皮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已经可以有很多人反感了，可以捞到一些票了，真的，这个是讲策略。他去提1000万，结果他一提1000万啊，哇，没有证据，没有明显的证据的时候，哇，一咬在，你看整个选举没有掉，民主党根本没有声音，他被那个 PSB 边缘化，因为陈清木那边起来，他被工人党哦，因为起初以为他们以为工人党更惨吗？阿玉尼嘛，结果阿玉尼在整个过程的前几天替那个盛港，替东海岸，阿玉尼反正没有变成执政党，以为说哎呀已经赢了，这次一定赢，但是他们结果没有，因为什么？本来阿玉尼可能赢了，可能是因为盛港那些事情啊造成的反弹很大，东海岸跑去。总理、副总理跑到东海岸去，其实在东海岸那边拿到票离开丹奔尼，但是他这个举动本身影响其他的选区的人，觉得哇，你需要做到这样吗？也有反对票的，当然他险胜东海岸了，是险胜罢了嘛，如果这样讲。所以我跟你讲，中间选民是很重要的。我这些年呢，我一直发现为什么每次选举，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世界里面有一些，就是你们注意看，他逢他就骂骂骂骂骂，骂到旁边的人都反感，就是那些中间选民比较亲执政党或者比较一点点亲在野党都不想存在野的。那在野党本身徐顺权就是一个很自己失败的例子，而且他最重要，他没有传承，他到现在还没有传承。当然了，淡马雅是一个不错的，是吧？是民主党啊，我没有错。所以很重要的，我跟大家，我没有看你们评论了，我不想看了，我暂时不想看你们的评论，不必解释了，我跟你道歉了。如果我刚才我讲话有点过火，我是如果突然被吃到，我不懂为什么突然我也会不爽吗？哇，我不听他们的废话，早就不听他们的废话，那你很厉害嘛。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是啦，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啦，直播课也不是万能，我也是肉做的嘛。如果我经营一个直播课，我每天还要应付跟你们都知道了，我是不欢迎那些跟我的言论不一致的人在里面，我就拜托你不要，我累了，因为我不要。那你说当大哥你是一言堂，你一个炮口就是向着一个方向，是
但是我们一个炮口向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不是乱开炮，这是很重要。你们看我为什么我有时会，因为也不是他们完全做不好嘛，有些国家都没有这些东西的，好像台湾的一些朋友跟我讲，哇，你们很好嘞，什么都有。我们买口罩还要排队，那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你们还有什么券啊？什么券啊？拿薪水啊？什么？他说看到他傻掉。啊，我们呢？什么五倍券啊？消费券都是消费券，他们没有拿到 cash 啊，到现在。所以我们的政府是有照顾人民了，也就是因为那个票很重要。我不懂为什么他们敢玩到这样了，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这些大选要输多少。哦，还是他们有把握，有那种，呵呵，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念了，我大概看了，我就不想多讲了。哦，薛琪琪还帮腔说深藏不露，是我知道我们当中的网友，你看了、啊、有时候我不懂什么东西，你们就帮我回答了，像 OCY 每次都懂，无下，哦，当年什么？当年情的什么很厉害的，我有时候真的是啊，像许弟兄也常常帮我，这些我很开心啊，因为我有时真的是OK 啦， NN 是中间选民，那我要争取他的票， OK 啦 OK 啦，不要不要，哎 NN 哦，不对不起哦，我们新加坡人很敏感的咯。OK， 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 Dr. Chi lost his work after the debate，也不是啦，不只是那个 debate 啦，那个 debate 他们有什么表现，因为那个 MSV 的表现太好了啦，大家也承认了，而且马拉奎斯坦也故意给他边缘化，他们不要跟他 debate， 故意的，有时把你边缘化，这个有策略的。你看那个你如果你看那个 debate， 你也注意那个主持人啊，很多东西你懂我懂啦、啊、好、哦、郭金菜会员晚上好，他不只是 lose 那个 debate， 整个党的问题。哎，你们相信吗？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我去帮忙布吉巴多的补选呢。我第一次参加民主党，做他们的 volunteer， 就是那一次之后，去到他们的总部在阿摩丢，然后去签那个带他们的那个法律见证人，签那个做那个提名站啊，不选投票站的监督，他没有进来找我们呢。他只是在大脚车在外面，这一方面他就很差了。他应该，我们这些都是 volunteer， 也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进来说，哎呀，从前还有嘞，从前你懂，工人党啊，我帮他们啊，在提名站也好，投票站也好，我都有帮。他的候选人会进来跟你聊聊几句的，一定的，这个是刘成强的规矩的。这些 volunteer 是你要去。珍惜，跟你哎呀，亲自拿水拿饭，一定是他们的拿水拿饭，一定是候选人亲自去拿给我们每一个。这也是刘成强先生他们的党啊，他们这一方面很小心，而且很好。他就是已经开票了，投票了啦，他要候选人去选区每个站啊，投票站去视察的时候呢。也跟这些我们这些volunteer哦问安，然后拿饭给我们，拿水给我们，拿多几支水给我们，因为我们也没有求什么酬劳了，很开心的。别人呢、啊，一个投票站有轮流嘞，我们一个人顶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就是两班呢，然后第三个也要去帮忙去跟那些票箱去到那个学校里面那个开票做监督员。我在那一年的选举结果失败那一年了，2015年那一年，我从头到尾8天帮忙各做不同性质的工作，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好像很特别，这样是因为我跟着一个老党员哦，他很照顾我了。后来他们看到我也没有意思了，我不可以了哦，可能他们也看我不好了。我拍很多照片，我很开心啊！也帮忙他们去买那个卖那个扇啊纪念品，也帮忙在那个后台啊，
那个游珠江 stadium 的后台那边，是游珠江吧，应该是守住那个 gate 啊，只有记者跟工人党的候选人才可以进，哦，记者警察部队也要给我们看，也要问他你进来干嘛，我们问警察进来干嘛呢，记者 OK 啦，这样的，我们是守住那个铁门的，哎，蛮开心的那八九天。所以我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工人党，因为他们，我帮忙徐顺全那个五级八度一次就够了，我就觉得他不够，不是说他要讨好我，他连进来都没有，搭一个脚车在外面看一下就跑掉了。哎，你一个单选区有很多投票站咩？可惜了。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了，我为了参加这个候选，这个，所以我说民主党也是很奇怪，去弄一条 chocolate 色的裤，我哪里有 chocolate 色的裤，我张大哥全部的裤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不想我学费一心一样，衣服有不同颜色，裤都是黑色，特地为了这个选举帮他们去买一条 chocolate 色的布，米褐色的长裤，现在还放在我的衣柜里面，从来有时候想要去穿都不想穿，还不要紧 T 恤是红色的，哇塞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工人党没有，他的衣服也不容易找，他们会给我，本身有几件，但是只是已经现在已经没有心力去帮忙做这些义工了。为什么我不要去做义工呢？因为我觉得我讲可以帮到他们，帮到所有的在野，因为我希望能够影响中间选民。我几个中心思想大家也是明白的，跟着我走这么久就大概明白，哦，所以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误会。哇，刚才不是杰安讲的，刚才讲那个旅馆的那个是我的朋友，哦，就是杰安你，哦，我明白，所以他说客工宿舍这间好了，又去另外一间，来来又回回，女佣跟客工，啊，我就加多这句话，如果女佣跟客工游览，就会把病毒带回主人家，主人家又是老太婆老太公，多么危险。所以呢，但是少主人没办法，没人顾老人家嘛。哎呀，张大哥以后谁顾？如果我真的老了不行了，张大姐也不在的话，或者是我不在，张大姐在，谁顾？家人也不可能顾啊，一定是请一个长者啊，请个女佣来顾啊。所以有时送去那种，哎，你以为送去那种，对不起啊，你们以为送去那些那些什么安老院的那些也是钱。请那些外国的外籍看护嘛，他们也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的，他们也是有 off day 啊，休息啊，真的防不胜防的，这个疫情，对不对？你这样想很难啊，人性啊，他们来，他们 off， 从前女佣没有 off， 现在女佣有 off， 哎呦，你自己看，高高站的一大堆，哦，就热啦。大概是玛雅那边啊，那个哎呦公园啊草地啊一大堆卿卿我我的。所以有一间旅馆不是很出名哦，赚大钱嘛，专门小小间就好了，大家都懂我讲的一间的。专注这种点钟啊更厉害。本来嘛你算就懂了嘛，什么两小时四小时哦，一天的他只要一天可以分几个时段，一个房间租给人，他就赚大钱了，好过租一间整天的。他也不会不 entertain 你啊，如果你是外国人来租一个七天八天，他还是 entertain 你，但是他宁可散坐。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些，哎呀，这些很厉害的，很敢的。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讲，你参加旅行社，早上你不是离开了。他们很赶的，把你的房间，其实我们的东西还在嘞，他们有办法把你的房间租给短时间的嘞，真的难去想象的。我听到这样觉得很恐怖了，不过后来我发现应该没有，我就不相信嘛，没有啦，没有，后来我做不到，没有，我就在我现有的东西，我故意摆到应该没有人会动了，动我就懂，没有了就没有了。不然我听得很可怕嘞，那个床又拿来用，因为我们早上那时候
从早年嘛，不是现在啊，现在不会了，现在我随时都会回去的，穿在旅行社嘛，早上就离开了嘛。哦，我们离开了，对对对对，你就这到了吗？他整个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三点，他还是可以出租给人的，他们很赶的。哦，郭金在说81赚大钱，是啦，很聪明啊，这个老板赚大钱，他又不用花这么多钱维持那个旅社的那种装修啊、开销啊、宣传。哦，那种大旅店虽然赚多了，亿万富翁、百万富翁去、千万富翁去，但是这种哦小本赚大钱，小兵什么赢，小兵什么不啊，这继承你不错。好了，谢谢大家了，今天不想讲太多。哎呀，明天我整天呢开会，从10点一直到5点的。哎呀，然后明晚啊，我还想要做一些，我还要抖音还要再弄啊，没有啊，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我这个礼拜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等一下啊，我要跟你们说再见，我要继续做一些工，一直做到11点，我想休息一下，继续看我的电视，或者去环游世界。好了，最后一次啊，再跟那个 NN 说对不起啦，哦，不好意思啊，你一句话就吃到我，那我也是很现实啦，其实让你们看到我的真我就这样，哦，那我希望我们的直播可以慢慢走下去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会有那些来捣乱的，我当然不是你们啦，啊，不要误会啊，好，哦。啊，但黎族是你们这些都很好，不过有时候觉得好像就是了，哎呀，说回不讲，黎族是也是一个哇，我讲真的啦，我也是讲真话，你们真的去努力自己开直播，如果你觉得你，我觉得你们有些很好啊，自己讲啊，一定比我好的，嗯，敢敢，其实我们 CY 可以。下次找人出现在镜头啊，双簧，不可能啊，我没有那个，我不想 Zoom 啊，有 Zoom 也是没有办法做 ，YouTube 很难的，啊，YouTube 不可以吗？直播对方最多讲话，哎呦，花多少电话费啊，可以用无啊，可以用 WiFi 了打电话，啊，我奇怪要不要？你在电话我们一起主持啦。有时候人家问你，哎，我觉得你每次问你都 OK 了。其实 NN 也是很厉害的，英文都很好的，我知道。哎，我讲真的，现在有时偶尔来一个双人秀，很多人不错的，其实王希望也不错，我觉得。而且你又单身嘛，你家里没有别人啊，容易啊，打个电话过来了，我打给你也无所谓，我电话免费的。我可以打，我的电话打都不完的，用 WiFi 打给你都没问题了嘛，你不要露脸啊，先录声音，好像张大姐，当然也不愿意，我邀请她一起在旁边，啊，她讲没有几句她就走了，她就是她喜欢这样，她不喜欢女孩子，有时就是这样，她不喜欢，好像我这一些网友，以后我去旅行，我要把船弄到乱七八糟才出去啊。他有钱赚，他弄得漂漂亮亮，把事情做完了，他不跟你弄乱呢，哦。你弄乱，你要摆好了。不懂啊，我听说有这样的，期待有一天两个天王同台。哇，李卓说，你看来翁西外人家讲你天王了，我不是天王了。翁西外不会的啦，那时老，因为我觉得他。他蛮对很多很认识，他说那时老吴没说什么，都是老李在讲，其实背后有一个意思在那边，我明白，也或许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我本身那一段日子我已经不在，我对时事没有什么，我放在永恒的那个事业上，去读那个121个学分回来，花6年时间，嗯，很惨的啊，读啊，考试啊，写文章啊，哎呦，做作业啊，6年呢，我才拿到一个学士，那上一阵子又花了2年拿到一个硕士，哇，读到我年轻轻，
有啦，有帮助啦。我又我现在又看到我找不定他们的废话，然后 JCC 不懂是谁来的，他说深藏不露，他们还在讲什么，然后他说我曾是公务员，然后真正燕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然后鸡巴我说不会啦， will be cancel 掉、哦、然后这个 so bang sing 说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德，你看哎，如果我要误会哦，好像在那边火上加油这样哦。哎，说帮圣，你什么意思？我在问你，什么都缺德？你是骂七八五缺德，还是我缺德？OK， 七八五说，我曾反对他们的 policy，、我也反对啦。我对六九零我就骂到乱了。我很多文章，我两百多篇文章，当年二零一一年，十年前的文章啊，几百篇，就好像现在你看我张大哥直播世界这么多、啊，我当年在文字施工上也这么多。几百篇呢，写在哪里啊？写在哦一个 WordPress 的 WordPress 还是 Blogger 的都有。And then 的分享是 very very good 的，我 build very， 我 build very 一直帮 And then 讲话。我是和你一个阵线，没有恶意，只是不是自由太敏感了。什么是不是自由太敏感？我不明白。单真强 ，very good 说，呢边度点解死咁多人啊 ？Bill very and then 是中间选民哦。OK OK， 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Doctor G lost his vote after the debate。哦，不只是啦，整个民主党在整个，我还是觉得那时候被上一个大选，大家的 focus point 全部看。然后，但玛雅不错了，但是徐顺全，哎呀。有时你的旁边的那些其他的那个候选人也很重要，不要不重要。我们这个 live chat 的网友都是支持你的，是啦是啦。哦，那你是女性的姐妹来的 ，Bill Perry， 是我不懂英文名字，这个是女性的。哦，谢谢你，安说支持你，谢谢。哦、然后说喜喜烈说明天陈柏伟的罢免、啊、弄到我乱了然后 Jian OK 谢谢丹文昏、哦啊、Irene Go 谢谢 Bill Gary 以后可能以后你看名字就知道是自己高弯的朋友好了那 JCC 很奇怪以德服人前面他就写深藏不露、哎、他好像有点无间道的感觉一直拿一支针插一下我敏感啊，我也是跟你们我现在慢慢看你们写我也是蛮好玩的，以后我去旅馆把船弄到乱七八糟才出去李九师太可怕，这商人为了赚钱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是啊真的，我相信，所以去旅店、哦、你要有布局的嘛，因为那个保险箱、哦、你用啊你我每次保险箱我纸啊纸塞在那个保险箱，我不是密码塞了我关，我还塞一张纸，如果有人打开哈、哦、可以打开哈、啊、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 了你就知道，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也没有放太多东西在里面了，主要是我们的我不带护照的，我带登记，我护照放在保险箱，不可以护照不见，有些人觉得保险箱不保，我倒觉得保险箱保，不懂了，见仁见智了。在台湾，我希望有保险，带在身上有一些紧张了。OK， 今天晚安。我 cancel 掉是因为我没有写，就 send 过去了。哦，不要紧。凤花窗也是全部写的，现在每个好像很敏感的，还没有写。就是、好了，跟你们说再见了，我真的要去做我的事了。十一点我要休息了，我还有半小时做完我的工作。哎呦，今天连69个赞呢。麻烦一下了，没赞的请赞，线上236双眼睛，谢谢你们。哦，不好意思啊，看到张大哥今天发脾气啊，然后又要道歉了。哦，做了丢脸的事，请多包涵了。晚安，老黄，晚安。哦，今天张大哥丢自己的脸，打自己的嘴巴、啊，谢谢。不要紧了、啊，知错能改嘛，没什么哈、哦。And then 呢、啊，既然支持我，也不会太过计较了哈、哦。你知道我的，我也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突然敏感。你也大人有大量哦。
海水可以斗量啊，是吧？啊，没有宰串宰相什么？哎呀，哎，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成语啊？宰相杜什么可在什么？哎呀，不会啊，我这成语很差，就是名声丢完了。宰相肚子什么可撑船？什么船？哎呀，不会了，就是说有要有大量啊，哈，海量啊，什么量？路上很多烟呢、啊，为什么？张大哥有时候长话短说就会产生误会，是啦，有时你们写的不清楚，我也会受影响。不过我的错了，我都承认我的错了，我太过敏感了，也告诉你有原因的啦，啊，就是那个情绪被那些今天看的一些东西，哎呀，不想讲了，没有必要。那些人写我什么，我没有，我今天透露一点，但是我没有必要把他们写我的东西念给你们听，那我不是，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才不给他动他们的忌。完了，明天见 Irene Dan， 因为 Irene 哥跟 Irene Dan 是好朋友，然后你们说，我。是啊，人家骂你什么，你念给人家听，不是给他们给你们所有人知道他骂我什么？哇，有些人暗笑，我何必让他得逞，对不对？不要给他登了。哎呀，我们是这样的啦，这种直播的东西